位亲朋好友，还有我们新疆部新北市来的亲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的高兴来参加我们说杰哥说杰说奥公子的结婚喜宴。奥公子完成终身的大事啊，一定非常的高兴啊。我们特别要恭喜说杰哥说杰说，特别要讲一下说杰哥在四维的两栋豪宅大厦是马祖最漂亮的，也马上啊要落成的，这个华夏落成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，真的是非常恭喜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